它是别的东西。说到这里，可能有三冲刺狼人，让痛苦更多对话。让痛苦更多对话。有点衰啊，因为五三活下来的几率应该是最高的，可是他是第一个被砸死的。撞掉那只来防一下 TC 吧。他的东西好怪。加一点毒王菇，还有鞋跟。OK 你脚一张盾猛了，所以这样他手上，他这样应该是手上没有斩杀意思吧？因为理论上有斩杀，一定是用斩杀技啊。守住大门！我靠，这么优柔解法哦 ！Shit！ 那真是蠢啊！力量不值得害怕。要害怕的是掌握力量的人。他只能九张牌，我们来抽一下辛德拉狗杀好了。未来是我们的，看啊，最后一张眼包。这种痛苦还要持续多久？还要持续多久？
真相就在死亡之中。哦，他只能七张，其实可以偷。可是我现在还是想要先把压力打好打满了。你还可以抱他跑，哎、欸！他竟然没有用这个英雄能力。为了不让我叫水元素，可是他这只我刀子撞进去点掉还是可以叫水元素，所以他要全换哦。他只有七张牌啊，好，我们应该要先，我们先偷一下。OK， 我准备好。他其实有一定的几率，他也是一个基数人。我没有研报哦，我快忘了。剩一张斗殴吗？哇，是太短了，这样就好了。哼，失败真的是个选项。团结，完美。我准备好。他应该就死了吧，他可能还有一张盾牌格挡啊。为什么不直接丢岩爆？因为他刚刚是回九点甲，哎，回七点甲，他现在还是回七点甲、喔。等下，等下，所以因为这个家伙无法让他用英雄能力，所以他也没有办法换英雄能力哦、喔。有这种事。好憨哦，他也没有办法换英雄力，我赢了。
麒麟破坏者大成功吗？查杀也其实蛮成功的啦。真相就在死亡之中。贪食软泥没有。未来是我们的。压力应该比较大啊。哦，他没有啊。把他直接甩掉啊。行，我就是喜欢你这样。哦，还真的来了，不过晚了一轮。都来了，你还要怎样？对，所以他有可能是蓝龙，或是纯粹死生也有可能。如果是纯粹死生的话，其实我们还蛮烈的。蓝龙就不一定，因为第二把死金刀我们可以用这次。看起来比较像蓝龙啊，他御姐。因为这把这张不能出啦，不然应该出这张加英雄的力嘛，可是这张不能出，然后等一下应该是钱币二毒，给他绿吧。等一下，我两个岩包都抽到手了，我没注意到。干！我们还有巫妖王，我们还有巫妖王，我们还有巫妖王。搞不好应该先点脸来测是不是闪避。我想想，可能法伤其实还蛮有威胁性的。哦，临阵倒戈！救救我！加一点毒！我靠腰！还有鞋跟！真是啊！说好的巫妖王呢？我忘记了！我还刚记得，现在马上就忘了！没关系，我还可以钱币眼爆。为什么是哦？他没有连击，闪避吗？复仇！永远的战士们，起来吧！不要变 DK， 拜托不要变 DK。还是直接钱币引爆吧。一方面，如果他这里挂闪避的话，他下人活不了嘛，所以他这里唯一的解是变 DK， 这样他就 GG 了。怎么样？钱币引爆才是正解。撸出去！他不是偶数，应该就是笑斗。笑斗也有两种，笑斗也有两种，笑斗真的有两种。血流遍地！
笑的，有一种是会带可可笑，然后还有两张 DK， 两张英雄卡的。另外一种就是以前那种，所以也不知道它是哪一种。我们现在这么快抢起场优来的好处是，就我们就 不会怕法槽这个憨仔，他只会抽一张。哦，这样子我们可以下轮配这张。这个月应该会爬传说啊，差不多了，是时候了，兄弟。所以六费我们打关心者烈焰喷泉一二是保证抽一。对啊，打完这张之后打烈焰喷泉回填一张一二元素到手上，不是会在最右边吗？所以就关心者露娜，你打出那张元素的时候就可以抽一张牌。还是其实不是这样，他是要火山爆发吗？哦，这么凶狠哦，自己撞掉哦。未来是我们的。看啊，这玄妙的宇宙。带来痛苦吧。闪电风暴。这样子抽两张。他只能六张牌，我还正想想说再打一张闪电风暴好不好，又想出这张啊。九十十一十二三十四十五，他还没有打六七七，他打阻拉，大只的憨仔，其实好像不用那么害怕哎。这种痛苦还要持续多久？还要持续多久？只要把他们拿回手再打出来啊。感觉要炸开。哦，他还没有震动吗？有震动的话应该是无脑下。没震动。这要防火山爆发。GG。